一个款式了，我以后的话要找一个这样的料子，我自己也镶嵌一个这样的一个款式，真的很漂亮，分的好均匀，是的，它的色很均匀，全花开的那种感觉哈，全部在上面，很优秀。我拿一下呢，我就要擦一下，因为这个话我不擦一下的话，它就会这上面的话就会有我的手纹在上面了，指纹。我觉得呢，其实。 放在以前哈，那些什么去盗人家指纹呢？从这里的话就可以很容易了。我递一个货给他，对不对？然后他摸一下，然后他手印直接指纹就直接就上来了，直接就成功获取了。你说？ <laughs> 跟大家开个玩笑哈，对，搭配上面的一个小花的话，是不是颜值很高？嗯，很好看，妥妥的颜值哈，颜值没话说了。这个，嗯，你说是不是这样的一个？其实说真的，卖五十牌的时候呢，是真的五十牌呀、啊，光面的这些光身啊什么的，其实都是可以这样子的。这个我不说别的，你们看一看哈，说真的，一个哈，一个这样的一个单面，真的都在小六价，小六价。 三个单面了，你看到没有？三个单面，然后呢，再加上这一些，看到没有？转转啊，整个镶嵌费的话都在三万起步了哈，都在三万起步了。嗯，所以呢，像这一个话，如果说对上的话，是真的可以哈。看一看，稍微的了解一下下这一个，这个豆子是今天晚上的一个主推，今天晚上的一个主推。嗯，然后呢，我们来再看看其他的。哇，这个福背。 这个福贝的话是真的非常的优秀哦，它是带蓝底，带天空蓝的冰冰波种水，我擦一下先哈。对，这个的话是一个冰波种水的这一件，这一件的话就很优秀了。哇塞，这一件，这一件的话真的是带蓝底的哇、哦，我给你们看一看哈，看到没有？压个灯给你们看一下。 对，这个就很透了，这个还带冰飘花哦。那给你们感觉一下下，给你们感觉一下下哈。对，给你们感觉一下下我们的这一下哇，太美了。说实在的，你们看一看，里面哪个花色够灵动？而且呢，它是有带雪花棉的，有的位置的话，您可以感觉一下哈，就慢慢的往下移，哇哦。 看到没有，这一件美是不是啊？这一件的话肯定美呀、啊，美炸天了！我先给你们先欣赏一下，先，再慢慢的看一看这个料子。其实这个话是冰波种水的玻璃底的，冰波种水玻璃底的，是的，木那场口这一件，正儿八经的一个木那场口了，典型的木那场口哈，您看一下，你猜的。 耶姐没少学到东西啊，这都是猜到了哈，对，好经典的一个款式，而且呢，您看看这个料子，我稍微的放小一点点哈，因为呢，这个是种水料，您稍微的感觉一下这样的一个透手感，嗯，这样的一个透手感，还有这样的一个种水的一个料子哈，完完全全的话可以感觉得到，哇，这个还关键有一个问题是它很厚装。 它很厚装，尺寸也很大。我们的在线的哥哈，可以给自己啊配一个这样的一个福贝这样的一个牌子戴一下哦。这个的话是真的很适合我们家的姐姐哥哥哈，很大气很大气。三十四加的一个尺寸哈，三十四米宽度乘以我们的一个五十九五十九，这个很厚装，我刚刚已经说了，那八点八的一个哦，嗯，八点八的边边上的话都是在八点六，看到没有？ 寒光领略的那种感觉，而且呢，里面是飘花的。实物的话会更加漂亮，在镜头里面的话，你们感觉不到它的一个花色，它是正儿八经的一个兰花，一点点的那种幽蓝的一个花色在里面。然后呢，整个底妆的话，它是带那种天空蓝。 嗯，它是带那种挑呃飘呃飘飘着那种哈，花色是的，飘的是兰花，对，飘的是兰花。上面的这一种的话，您可以感觉得到，它的底妆的话是有淡淡的一个天空蓝的一个色泽哈，淡淡的一个天空蓝的一个色泽。这个料子的话是真的很在线，嗯，主要是看我们的雀友们呢，有喜欢这一种的话是可以看一下的哦，对。